16号晚核池夜风事件完整梳理。多几个像核池这样的多好啊，不用打就挣钱。我这心里面这道坎我就不顺。赞助老板小红帽，不完全准确的介绍，近一个星期偶遇出现的赞助老板，1989年生人，出手阔绰，先后在女主播某签又狂刷几十 W， 不算赞助的钱，给小孩刷63发，超火，给河池也刷12瓦加，赞助的费用少则几千多，则上万，与各主播说话口气非常谦卑和气。够了够了，我这是真是总榜一哥，感谢我茂神，茂皇，感谢茂皇。太厉害了，哎呀妈，感谢小红帽送的礼物，行，太敞亮了，我上哪有这么好的表弟呀？那个核磁安排20飞啊，啊，核磁安排20飞，哎呦他咋的，他良心发现了还是癌症晚期了？你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，打啥呀？三问抢10，赢15，输5。好的，你建房吧。哎，叶皇。啊？这咱俩打完以后，茂皇安排一场，你跟何池的三问，赢10000，输2000。打不了。我咱这小主播跟人蹭啥，蹭人热度干啥呀？哎，峰哥，我再跟你说一句啊，你如果跟何时打，你有出场费30000。你不用说了。真的，我是咋的？咋的？要把出场那30000给我呀？没有，红帽哥让我问你啊，给句话。行啊。这白给钱为啥不要啊？哎呀，峰哥，我就欣赏你这种能屈能伸之人嘛。那没毛病，对吧？那就我们俩打完以后，你们俩打，好吧？太好了，你先把出场费给我吧。啊，这个应该会啊，但是你的意思就是打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没法，我的茂房他要看啊。是哦，300飞啊、哦，是的呀，是的呀。其实讲实话，打主力我也能打。哎呦，但是给他30000，我这心里面这道坎我就不顺。对，是白给30000，不是说他赞助30000，是给了30000才打，相当于他的出场费，你知道吗？老子这口气不顺，现在那猪肉涨价了，也不能涨价这么离谱嘛。不是茂皇，我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讲，你是老板。就10000，输赢都给他10000，他要打那就打，那不打就算了，不打以后你也不用给他输出，你如果想做9期比赛你就不带他，就这么简单，凭什么要舔着一个逼脸去求着他玩游戏？你为什么要去讨好他？你才是爹啊，你才是真正的爹啊，我们都是崽啊，啊，你才是爹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才是爹啊，明白吗？啊？你才是爹啊，我们才是崽啊，对啊，你是爹啊，凭什么？你就赞助100分，你输赢你都给他100分，这就是给他最大的牌面了，对吧？这就是最大的牌面了。我请你打一场游戏，给你10000，那你觉得不够？那不够的话，那就算了。那不够的话，那只能说，对吧？我们不配。那还能说啥？是不是？
等10000块钱，输赢都给你。我何池可以不要，就给我们这个大老板，他爽一下，他过个瘾啥的，对不对？开心就好，我可以不要1毛钱，对吧？你这个是不是？叶峰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出场费是5000，就是你又改了呗。因为我是传达意思，叶峰不是我的意思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传达意思。啊、然后我问讲，那我不打了。他要刚开始说5000，我也就干了，对不对？你给我在这买菜，你给我在这讲价呢？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没了没了，包哥跟你没关系，不是说你，对吧？我知道，跟你这个我知道，这个、我知道。你别误会就行。哎，不存在。因为刚刚是那个茂黄还有何池，你知道吧？让我传话，然后我啊，明白明白明白，你别误会就行。这是咱们玩咱们的，咱们该玩玩咱们的，对不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情况是这样子的。茂黄说赞助30000，我跟肥猪打一场，一人30000，他也给我30000，我觉得我们不配那么多，而且打一场比赛只为了讨好你开心，你给我30000又给他30000，我觉得没必要，你给我们一人10000就好了，30000真没必要，你有钱是你的事情，你这个话呢，我想你舒服一点，但是不用去舔着别人，没必要，真没必要，真没必要，他也给我30000。我说没必要，真没必要，你不需要去舔着他。30000黄了，黄了就黄了呗，那本身那也不是你的钱，对不对？给就给，不给就拉倒，也不是我张嘴要的，对吧？嗯嗯。所以说，你知道不？你别说我不打。哎呀，我还合计把生的那30000块钱要回来呢。30000要的有点多，那是我要的吗？对吧，我从来没说我张嘴要吧，人说30000行不，我说行，那是我要的嘛，你不打拉倒呗，我又没说你给我30000，你最少给我30000我就打，对不对？我一句都没说吧。感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茂黄送了20个火箭啊，感谢感谢感谢茂黄的20个火箭。那个是这样子的，那个峰哥，啊，那个茂黄他以表尊敬啊，他给5000给你，作为食言费。啊？啊，这5000就是送你的，就是说他食言了。不是，跟他没啥关系，那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了咱就答应了，他说了我就答应了。但是我对你呀、啊，对那个茂黄啊，那都没啥，对不对？咱们该说说咱们的，那有人不同意，那就不打呗，对不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其实茂黄应该也在直播间，估计也在你直播间。反正老板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都不愿意打，那我就不看了，我给个食言费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，随便你怎么理解。老板现在就是这个意思。嗯。啊，因为你俩不打他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嗯，反正白来的，我是无所谓。没有没有，不存在，兄弟们不存在。现在其实你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不存在难做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也没什么难做的，因为确实有个人。对呀、啊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是传个话而已嘛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反正目的就对吧？他们能打是最好，不打其实也无所谓。我作为一个传话员，知道吧？也是能缓和一些尴尬，懂我意思吧？别说你们想看了，这个东西。我讲实话，给你10000块钱打一场比赛都不行，真的，我这个有点，确实，这确实太牛逼了，妈的，真的，这确实太牛逼了，给你10000块钱打一场游戏你都不愿意，不是梁子又结下了，有什么结啊？我说就是事实，这结什么啊？人家茂黄他来格斗局，他安排了这么多比赛，他准备说也要往97去安排比赛。然后会经常多赞助我一点大的比赛，然后呢，我得到的钱我也会去给他安排一点97的比赛，
对吧？就这么个礼仪，是吧？那如果说，哎，我是那种说，哎，就怎么样怎么样的，那我就跟他打了，我反正我也挣3万块钱，对吧？无所谓，我开摆，我又不是那种人，我从来都不是这种人。反正就是，哎，反正这冒黄给钱了，那就开整呗，我开摆，我也不是，对吧？1人3万，就开整，我也不是那种人，这跟我争不争气没有关系，我就觉得。他作为我们老板，我不想我老板这舔了个逼脸去求别人，我看不过这个，就这么简单，我又不服，我又不想我老板舔了个脸去求别人，让我老板去求别人，我觉得这个真不好。那你自己换位思考，那我也打，我也有3万，那我这个我就不能挣得到钱吗？啊，只要我跟叶枫把这游戏一开，1人3万，他3万，我3万，我就挣不到吗？对不对？这10000为什么不能打呢？就是不想让叶枫挣呗，自己想独吃。什么叫独吃啊？这是输赢都有的。什么叫独吃啊？哎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就算我说我1分都不要，他也说他不可能不给我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就算他不给我，我也无所谓，我也不差这个，他只要开心，就这么简单，没别的。但我不想他舔了个脸去求别人。他是大爹，他凭什么大爹要去求别人？来，你说这个理吧，我说不上这个理，真的，我真说不上这个理，让大爹去求别人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本来冒黄就天天说要找叶枫的直播间，要去叶枫那边给他刷，那叶枫如果这么清高，那就算了。冒黄还问我在哪，我还告诉他在哪，还给他点了那个直播间，还给他说了。那他这样子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又不是说我眼红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我本来就没有眼红，对吧？我还给人家说了，哎，他在这，他本来今天都不知道叶枫的，你知道吧？怎么样吧？我主要是我赞助包王的事，我在他直播间说，我说下次我赞助你跟叶枫打，然后冒黄就提起进来了，懂吧？那今天不是给包王家刷了多少？刷了11万。并不是说我眼红肥猪他能挣钱怎么样的，他谁都能挣钱，只不过我是不希望大爹去求着人家打游戏。我说我的意思就这样，你就想带节奏的怎么样的，那你就带，随便你，无所谓，跟你开心就好。打了还能买套房，不打就一个月房贷了。老铁，我住沈阳，我不住越南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挣多少钱那是他的事儿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我又不是他爹，我不用他养老送终。你让他自己吃饱了就行了。啊，怕打不过他，我怕一失手打死他，你不成孤儿了吗？对不？你单亲家庭对孩子发育不太好。我这不是为了你的身心健康着想吗？啊，别喷了，上一边待着去吧。行吗？刚才有个赞助我跟何时打，说给3万块钱白给你的当出场费。完何时说我不值这钱，不打了。完那不打拉倒呗，完不打人白给我5000，太好了，唠会儿嗑挣5000。你不让挣不让挣呗，那玩意儿不让挣，我自己想办法挣别的呗。也不是我要的这3万块钱，也不是我说的不打，对不对？别在我这儿粘牙了，反正互动一会儿得5000，是不？收了5000要退吗？退不了，气急败坏了。我要是白捡5000块钱，我还能生气。姐，我想天天都生气。我想天天都生气，真的，你能好好，你能天，你能再气我一回不？求你了，多几个像何时这样的杀多好啊，不用打就挣钱。越南花不了人民币呗。啊，这个其实兄弟们，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啥，对不对？配不配这个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说了算。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我们就不要说了，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，对吗？我也其实我个人的意愿啊，虽然我个人意愿算个屁，我个人意愿其实还是希望能打的，知道吧？希望能打的，
但是你也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了，很多老板其实也试着让他们打，但是很难。所以说，尊重他们一切的决定。